NFT 呀、啊。早安。蘑菇包子啊，啊，点到为止啊。高级球，太温雅了。哎，生日快乐啊！不是故意不讲啊，是累到整个大乱啊。生日快乐啊！啊，我连布布都没讲生日快乐了，我好失格哦！天哪、啊！上班加油啊！我陪你上班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是想说啊，完了，我们家秘书生日都忘记讲，回去补的话会不会被他说哎呀没心的什么之类的？那我就想说啊，如果这样讲话，那我就干脆都不讲了。没有啦，很抱歉啊，最近发生太多事情。安安啊，哎，看一下，哎，上了，好 ，OK，OK，OK， 可以骑吗？不能骑啊！是哎靠呀！我的杨安，看一下哦。哦，复眼啊、啊！再要练这只了，先放在身上。OK。超热的哎、欸，40度，不是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很诡异的事情，是我带了超幸运，一直抓不到。我想说，难道是要带复眼吗？后来我就一直在床上躺着，想着，后来就，好啦，开台啦，我找到了，在这。因为我想要的是他的那个。你看又没偷到，不是复眼可以增加几率吗？我一直偷不到哎、欸，奇妙哎、欸！不是复眼啊，超幸运，因为之前钻针我是用超幸运在偷的啊，所以我已经偷了两天两夜了哎、欸。我想说，难道？有被调过吗？你们应该是听不到风声啦，就在讲话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听到而已。我要把幽离这边改好走一点，不然他这边真的是很难走。想玩的欲望胜过一切，不是，我太想帮他们打到东西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代就很酷哎、欸，然后边边角角我也想要敲掉哎、欸，不然有时候怪宝可梦生在这旁边真的也是很烦。安安安。人气安安，
我们最漂亮、最可爱的人妻，你好。与其说想玩，不如说很想帮他们打到啊！也都敲掉好了，麻烦东西，大改大改啊！这个改可以改一个下午啊！我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想法啦啊！我其实有点想法了，我想说先把那种可以踩的平台都先敲掉，不然怪死。你看，像这样子，鬼师卡在上面，是不是又要下来打他很烦？对，所以其实我会跟尤里讲说，哎、欸，啊、不然如果你不 care 审美的话，我帮你改啦。因为与其说盖家那个东西，我真的比较喜欢是改造。那例行问候，想你吗？哦，想死了哦。要不是你有老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肯定，对不对？懂了吧？啊啊，懂了吼，懂了吼，都懂，都懂，懂的都懂嘛啊！好啦，汉娜，我好傻笑。好了啦，汉娜。啊，旁边都有这种零零角角的，好烦哦。欸，哈娜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我昨天去看医生，我去检查耳朵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对喂，我知道墙敲掉好了，不然看不见。我不知道你说，因为我很久没听到你说爱我。这招用烂了啦，那个他们常看台的都知道啦啊，就是要用那种骗小妹妹的啊，骗你这种不常看台的小妹妹。哎，安安，早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中午好啊！欢迎来看无聊的改造内装大赛啊，这第一届，应该也会是最后一届了啊。还是回应一下爱你哦，不行啊，你还是好好对你老公吧。啊，虽然人妻我也是 OK 的啦啊，我并没有觉得人妻比较不好，但还是要尊重一下你老公，好吧？你老公如果同意的话，那我也同意的话，我哪天约出来吧，那就看你老公会不会把我杀了啊。这样开玩笑真的是可以的吗？好久没跟台了，安安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啊，现在不就在跟台了吗？是不是？不知道改到什么时候啦。我想说，啊，究竟是我先改完，还是我先乐死啊？乐死不疲。但我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尤里的稿子，我把人家稿子弄坏，我赔不起啊！感觉看到繁星直播被直播，感觉到死不会啦！哎、欸，拜托。她跟她老公可是三生三世啊，他们的
他们是好几辈的，不是好几辈啊，什么几辈？好几世的情人啊。我区区一个野草，怎么可以抢得到了呢？对不对？要热死电脑是先热死吧？我现在是把电风扇全部往我的主机上吹，所以应该不会吧？啊，应该啦。好黑哦！看到我嘴巴一直张开啦，就是抱歉啦，太认真在做事情了，嘴巴会一直张。我看到嘴巴张开啊，就是我在张嘴巴在做事，所以先跟说抱歉了。没有啊，就是反正做这种东西很无聊，我知道，但是开个台至少可以陪一些在上班的人。啊，我知道你们需要一点声音，需要动力，需要更多睡眠的理由，更多的睡眠的理由。OK， 不要口水，不要流下来就好。你是说像这样子吗？口水，来帮他。想说怎么突然踢踢我？我没做什么啊。太温养。口水下面要接住，不用啦。来，哈娜，来，躺在我腿上。啊，吸枕，还有水可以喂你喝，这很棒啊！哦，这样看辽阔多了嘛！天哪、啊，哦，改装大师啊！福利真好，对吧？包睡包喝，啊，低头还可以吃东西。应该说转头就可以吃到东西，多棒啊！这边应该好了吧？这边还没。
你头上那只鹦鹉好可爱啊，它可以变这样哦。啊，它坏掉了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它可以变这样。它叫阿桃，是作者这个鹦鹉作者的那个命名，它叫阿桃，蛮可爱的。这个已经是各大实况 V 都在用的东西，可爱哦。嗨，黑糖安安，欸，黑糖，如果委托你画那个唱歌，你不是有之前有一张唱歌的图没画完吗？如果委托你画完的话，费用怎么谈？没有啊，主要是有阵子会想要唱歌台，开个唱歌台。欸，所以想要说，你之前不是有随便画一张草稿吗？啊，那个草稿我不是还是有拿来用吗？就想说，如果请你画完的话，怎么算？好，我现在用生命开台，还可以吧？感觉快热死了，40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的电脑应该会先死啊，不是我先死啊，我的电脑。哎，欸，干，这个人很过分哦！妈，这个未成年的半夜给我在那边跟我讲说，他就肚子饿啊，他怎么知道楼下薯条就来了？吼，身为他的学长，我要抵制这种行为，这样没有我的份欸，好扯哦。他回了我一句，你可以自己叫啊。哦，好扯。虽然我没有照顾你几年啦，如果有画完，可能要利用空间计划，没有办法很快完成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啦，那你画完我们再来聊，好不好？我因为我知道你最近很忙，你最近又很忙，我都知道，好不好？其实都有在偷偷观察的，好不好？偷偷在看的啊，那个心情不好没开台，可能就在滑 FB， 就东看看西看看，想说啊，最近你们这些小可爱的动态发生什么事情？最近过得如何？还有没有又心情不好的？还又跑去看什么小正太之类的？然后最近那个谁，最近那个红月不是有那个吗？动态回顾是那个，当时的我害怕极了，嗯，我都有在看啊，没结果，好吗？你不要偷偷在怼我之类的啊，都看在眼里。痛在心里。哦，真的要改很久哎！天哪，刚好一年前的草稿，你怎么记到现在？哎，你不要小看我哦。我记东西不好，但记仇很厉害哦。啊，我记一些什么上班的事情，可能记不住啦啊。但是有人欠我，或是我欠人家的东西，我都会记得很清楚。没有你欠我啦，是我其实就很喜欢那一张。那时候你也是说心血来潮随便撇的嘛。啊，我也是跟你讲说，我要拿来当那个什么开台封面图之类的。对吧？啊，一点都不像处女座的处女座。如果鸡掰一点，就没有别的，就没有像样的了。啊，变成碳了。我泼完就忘了，想说完蛋被气死，没有啦，哎呀，
干嘛？我要这样讲吗？哦，好啊，黑糖都这样子啊。你要我这样子吗？啊，不要啦。我其实也没有真的很记仇啦，但是怎么讲？之前有人答应我的事情，是真的确定答应，然后也讲好了，然后那种没做到的，我才会记下来。啊，其实最近我就是想说，那个人是不是一直忘记答应我的事情？但是一直提他，又只会回我说哦，最近比较忙之类的。但是看他动态在画别人的图。哎，那这怎么办？这种你们会怎么办？干脆就绝交吗？干脆不要理了吗？但是圈子就这么小，你懂吗？也不说啊，好难讲哦，好烦哦，好烦哦。有付钱的才会去催眠付钱，哇，那钱可多的了哦。嗨，番茄。没有啊，啊，我个性脾气就本来就是想说啊，人家也辛苦什么之类的。切八段物理，欸，你知道切八段，你切下去不是食指跟拇指，食指往下切之后，拇指会碰在一起嘛，你就可以比个爱心哦。你就跟你喜欢的人说，来啊，我们来切八段啊。他切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这样，食指朝下。然后拇指拱起来，变成一个爱心给他看。啊！你们又学会了一招啊！有付钱要催，嗯，与其说付钱，不如说是啊，不好讲啦，这个不好说啦。应该算是我有恩于他，欸，然后你是不是想开一班授课啊？没有啊，这种小 case 吧，啊，这种程度的撩你可以是不是？哎，这点程度你就不行了吗？人妻。后面我看一些抖音上面的，就说，什么欠东西最好不要就欠人情，对不对？人情这东西能还要还就赶快还，不然你欠下去啊，人家对你怎样的话，那很惨。只要你都可以，哎呀，不行，我看他最近其实过得很快乐，就不想要打扰他。好，我们去上面。
天哪，玩个伺服器模组还要跑酷，我的天哪，太赚了吧，小偷。只要是我都可以哦、喔，真的假的？我想怎样就怎样吗？哇，我真的是太慢遇到了你。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你，我不知道原来我的话你都可以，天哪、啊，我以为我的话你还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当时认识你也是因为杰克啊，那时候在玩空岛，然后也不知道其实你们是怎样玩，不是怎样玩啊，相处模式啦。有时候觉得玩太嗨的话会跨过那种隔阂界限嘛，可是就是玩开了会觉得忘了那个底线在哪里。我很 nice 的，我现在感受到了啊，你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啊，在那边劈腿了，没有劈腿啦，精神出轨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没有劈腿，你只是精神出了轨，看项目。但我相信你的人啊，你只是现在脑袋。有了我，应该不会生在边边了吧？啊，好烦好烦！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敲好一面墙靠腰。应该会把楼梯也敲掉吧，只是用啊，这螺旋楼梯我真的也是走到很晕的、啊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啊，这是顶楼了、欸。哦，先敲。啊，你要 say 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又不 say 哦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对不起，麦快斧，哎、欸。不会讲，对不起。有没有会韩文的？帮我解释一下，相信你们会啊。夏希这时候如果在的话，他可以帮我讲韩文的。想念夏希了。这边挖掉就算是会生鬼系宝可梦，还是会生鬼系宝可梦？我有猜到啊，因为，这个区域就是他生的啊。我们之前幽灵塔我也很想要改，可是哈基想要忠于那个现状。就是我那时候本来想改运输带，就是我们只要站在一个地方，然后给运输带运那个宝可梦过来让我们杀就好了。可是他们觉得这样太丑了，我说哦好吧。有不 say 哦，他好像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天啊，他是女的吗？我当然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场的女性都是我女朋友，哈哈。我说你也是我女朋友哦，思密达。啊，这个人怎么讲这么花心的话？嗯，这个人好夸张哦。可以先不用啊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吧，
还是有人会觉得我不是他的菜吧？你看，然后这时候说，来，女人，你勾起了我的兴趣。啊，这边要歪。来，谁说先不用的？你勾起了我的兴趣哦。啊，好黑哦。天。总裁又出现了吗？没有啦，欸，你真的喜欢总裁是不是？那时候，欸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讲那个撩妹语录，真的没有那个渣男语录好玩。什么啊？你这个小妖精，整天在那边发烧还是什么的？可是那叫什么？我要想一下，那时候。看完之后觉得很好笑。渣男有这种比较好笑。安安早安早安。好晕好晕好晕，这电梯真的有问题。这楼梯真的是问题很大。你要煮吗？哦，好，喂，还是可以吧。哦，白痴，我飞上去就好，爬什么楼梯 ？F 3加 B， 好，然后看多了。啊打！欸，这一代飞行真的是很累耶。哪个部分啊？我是猜过头了，啊。猜过头了，欸。安妈。换这个敲掉就好。
要回家，要睡觉了，好，拜拜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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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不睡觉，总裁要生气喽。去山上拜拜，拜什么啊？白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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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控，好难控，好难控。可能踩得到，能踩啊，烦，然后这边门就只有这个门而已，这两栋是有离开的。好像有点卡了耶。加一趟，送。我是画档。哦，顺多了，顺多了。醋的挖掉还蛮多的，还蛮多的耶。那个谁一月月问一个问题哦，如果今天像那个谁那个梦妖进化成梦妖魔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学到的技能，是不是就不能继承？就不会就学不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幽离的梦妖魔没有学到那个灭亡之歌，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，现在就是把我知道的方法跟他说，但是好像没办法，就不回来了。
就这两只啊。他的这一只梦妖魔没有办法学到灭亡之歌了，这不知道怎么办啊！好想帮他哦。那只梦妖魔是粉色的，对不对？听起来要重装，对啊。然后幽离的打算就是，如果真的不行没关系，他就顶多学别的技能而已。啊，很可怜呢、欸。好好好好的粉色没了。熊猫，你好。第一次看台吗？你好。究竟是我先热死还是……欸没有，我还是要继续练八大底。嗯，哦，看台半年前哦，哦，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现在没看宝可梦是在屋顶上过，上过哎、欸，那我这样乱挖是不太好、啊，是啊。好，黑糖拜拜，路上小心。上次看我打麻将，那有点久了哦。我最后一次打麻将是上个月。
不思湖，我看看哦，这只放第一只，遇到它，然后北七哦，啊，操作失误，操作失误，然后小偷。啊，没偷到，操作失误，操作失误。温暖小太阳，天哪！我一定要叫老鞠来念你的名字，或小鱼来念你的名字。让我掏个耳朵。可爱小鱼啊！小鱼早安。好，剩这片了。放弃挣扎，你看着我眼睛。第一次听《太阳》这首歌就是温阳唱的。所以我其实当时没听过原唱，只是听那个温阳唱。啊，兔窝冷知识，
啥？你唱太阳啊？唱啥？你唱太阳，是我讲话太小声吗？还是你要去看耳朵？我们一起去看耳朵吧。还是唱什么？我对太阳不熟啊。完了完了完先丢这只啊，有复眼的，然后换其他只，然后使用小偷，也是没偷到啊，啊，好闷哦，那说不定把人家用掉了，我在下面呢、啊。下面有鬼哦、喔！下面是真的有鬼啦！啊！哦，难怪哦、喔。放弃挣扎，你看着我眼睛，看着我身影。啊，继续。奥利给！好了，我要开始搞里头了啊！我开始要搞了，三张人半端，木头的嘞，怎么少？三木五木，不少的吗？OK 红谷练得好无聊哦，那肯定是杰克不在啊。对，杰克在的话你怎么可能会讲出这种话。黑死还不够黑死啊，黑死抛光，黑死那就可啦。
很难找到他哎、欸，啊也是啊，就连我也很难找到他。啊，确实。竟然给我用这个盖，我天啊！安德，中介区。安安，啊，乐乐乐乐乐，哎，盖得完呢，真棒！是哪一个啊？啊，现在没了。哎、欸，怎么生出来了？哦，挖掉。Thank you.
告了。跳，忘记可以这样放啊，这样不对，哦，好看一点了。好，吃东西的拜拜，吃东西拜拜。然后再是下面那一层，继续开挖。我发现下面还没挖完啊，测试。
哇，好看好看。谁出我吗？不是吧？哦，对，不是我。这个是方便从楼上跳下来的平台啊。像这样子，我们跳，然后看到楼下有怪啊，走这边啊 ，perfect， 完美！你看迷你 Q 是不是升了啊？赞赞赞赞赞！小梦妖魔。梦妖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我会躲这里。等一下哦，那这边不合格，攻起来。你看着我眼睛。啊，算了算了。你看着我，哎呦喂啊！要走。好了，我们改装完了，现在是要开始狂刷了，看看有哪边可以改哦。啊，哎，怎么有 Mega？ Excuse me。那我没补血，你等我，马上补血，马上来打你。今天看到哪一版一点最新的啊？最新版本 1.16.5 的，我就觉得这边好暗，楼下亮一点，亮一点，对嘛？这才像人住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放错字了，哦，放回来，放回来。啊，又励志，你怎么还没醒？有迷你 Q 被我杀了、欸，被打，一句飞冲，对哦，设计有点不良哦，看一下哦。边边角角这边，啊，再加个。
嗯？哦，结果根本不需要这个哦。哦。好了好了，改造好了。我们花了多久？一个小时多哎，好快哦。优离子这样可以吧？等我们的屋主回来，进来看到。他一定很开心的啊！成功那个什么啊！成功签约入住，我放这边吧，后面有需要再来弄。那我们再来有两个目的，就是想要偷那个小仙奶的那个装饰物，可是好难偷哦。不偷啦，我要顺便抓。哎，梦妖魔，是这只啊？下面吗？梦妖，你在哪？梦妖。又没偷到，怎么可能？几率坏了吧？哎，这里呀。啊，算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先回家。来，我解释一下，我要偷的东西，宝可梦身上有5%几率可以偷到，但是我已经杀了一两百只了，完全偷不到哎、欸，我没有夸张哦，真的很难偷、哦。那现在去修这个，修稿子。然后前面偷偷塞了一个东西来修稿子，那是经验熔炉嘛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就是只是，哎，我要需要的东西烧，打个肉。啊，连鱼都没有哦。啊，烧这个，烧这个。哎、欸，就不用一直换了。不是不是，我的八大壶才19等，会死，所以还要练它。
那就是拿在手上，拿出来。这么少，所以我要问你啊，那个一夜月，你那个伺服器应该很顺利、很正常，可以偷到那些吧？哎呦，偷的超不顺的哎、欸。因为我记得复眼跟超幸运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啊。我想说，是我的复眼坏掉了哟，啊，我的超幸运坏掉了哟，啊，怎么一直都没有成功？好了，再来，你谁？家的方向呢？飞过头了是不是很送？我当然是借还没用过超幸运怪，我都直接用察觉有带东西才抓的。可是察觉没有啊，超幸运跟复眼是提高几率啊。5% 变20%哎、欸，可是我完全无感哎、欸，超无感哎、欸。啊啊啊！想起来了，那个我要学暗影球，等一下哦。我翻开我的记事本。应该纸吧？哪里？好妹子只会卖咖喱。点到为止。我只是我察觉的时候遇不到有带的道具，换下来就抓到有道具。啊？眼睛变色，因为累啊，因为累啊。
啊，我没有存到资料夹答案呢。哦，他卖好多哦。没有，没有卖。暗影球没卖。史蒂夫，哎呦。但比较可惜是那个狼，他的那只梦妖要怎么办？史蒂夫欸，等级四，啊，我们先去。教主的伺服器招式机是消耗品吗？不是，可以只用欸，太有多买了，我好气哦，买超多的欸。小鲜奶，因为前一个伺服器是消耗品，哦，好酸。昏了，这里啊，我去看一下我那个，我中的，好看吧？没中了，呀，终于完美了。本人一样好看，哎，你没看过丑八怪吗？你并没被丑八怪咬，算了，我也不想咬你，我也不想咬你啊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哎、欸，你连那个谁 ，Demo 也认识哦，我今天有看他在里面留言，哦，这不会是番茄大大哎、欸？感觉真的是设计从上面剪的哎、欸，你从哪边摸它就喷哪边呢、欸，我乱设计，我垃圾设计，你看啊，点这边喷左边。还差两种。
没有偷到啊！哎，真的，我连副眼也放了。可是我一律都用抓的啊！天哪，可是我确实有都偷到东西过啊！啊！不要变得不会生哦，我会哭哦。完蛋，是不是不会生了？因为亮度吗？不可能啊！完了，屋主不交屋了。完了，盖得太像人住的地方不行，是不是？老板不生了哎、欸，糟了，我要被骂死了。是我很多保留原样没有动啊。生在哪？这里。我特地换。不会生了，完蛋了。能生在外面啊？啊！要吃中餐了。很热吗？热啊。欸、不要完全不生啊，生一两次啊，拜托啊，挫折感很重欸。
我有偷过征服器啊。哎，夜月，你不是说改了也可以吗？我也记得是可以啊，怎么不会升啊？奇怪哦，完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可能太亮啊！好啦，我的锅啦，我的锅啦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完蛋。难道说是刚好今天都不升怪吗？啊！好啦，那个我要关台了，欸，因为要吃东西休息了，我再把这个悲剧的事情先跟尤里子说一下好了。晚上先看到东西怎么宝可梦都不升了啊。刚说我有个坏消息跟坏消息告诉你啊，好消息跟坏消息告诉你啊，那个我们的城堡已经弄好了，那坏消息是好像阳气过重鬼不出来了，会很感动啊，他一定哭死哦，拜托他感动到流泪哦，鬼都不出欸。你看，鬼还出在这下面，什么鬼？鬼似的鬼。哟，好像出了，好像出了。楼上有一只。啊，有，还是有，还是有，还是有。他们总是会找到啊。那个边间啊，总是会有边间啊，有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啊，有我的心灵安慰到了，因为自己没改过，不是啊，因为我之前改过那个幽灵塔跟那个墓园，所以我记得理论上是可以，不然再等一晚好不好？我们再加开一晚，加开再加开，坏消息可以改好消息了。坏消息可以改成有个消息了。不会啦，他对我这么好，对他这么好，对不对？欸，不得不说，他身上的宝可梦几乎都是我帮他弄到。啊，我怎么人那么好？啊，来去蹲那个点。这里。我们去抓小鲜奶，你都只对妹子好，你也是妹子啊，我对你不好吗？每次抓鬼我都让你第一个先走的，欸，只是请你进来跟他们讲个话然后让你走。欸，昨天晴儿生日，欸，我也没跟他讲生日快乐，欸，天哪，啊，我最近状况真的好差哦，而且我好烂哦，我好烂哦，我连晴儿都没说生日快乐，过分吧。
你也没讲，你生日还没到吧？你不是11号吗？太阳我也没讲啊，有太阳我也没说啊。我刚开台跟他道歉的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抱歉啊，太累了啦，没办法啊。哇，我们好烂，没办法、啊，我最近还活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哎、欸。你看我惨成这样子，我至少还活着，还在开台、欸，一个礼拜开六次台，变成一个礼拜只开，是啊，一次台，然后现在一个礼拜连一次都没有了、欸，不行，最近真的好怠惰，好差，好烂哦、喔、啊，小贱犬。我也好奇我还活着，对啊，对吧，啊，要好好活着啊，大家不要让身边的人担心啊。举重，奈我小仙奶，我本来今天是要说什么？猜猜看，是我先乐死关台，还是先拿到小仙奶的发夹，还是先拿到那个淘气？原本有啦，但是被我的弄掉了，被我的那个什么，来杯茶弄掉了哦。现在头痛，我到919，你说9月19，然后之后就再也不开台了。啊，不会啦。那讲真的，我不做这一块，我不做这个的话，我真的出去没有本事，没有本钱。啊，虽然说画画，可是啊，我不能长时间画画，我烂，好麻烦哦。伊布，伊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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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斗笠姑，我还好，真的有人热死，有啊。真的有热死的啊！考虑买电绘板，请人教你画画。哎呦！什么样的挫折让你有这样的改变？怕寂寞，这就是我啊！怕寂寞，不是我，还会有谁？啊，小仙奶咧。小仙奶是任何森林都会有。所以可以看番茄女仆贴图了。对，番茄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赫洛伊都这么期待了。你舍得让他希望落空吗？不对。我们的兔窝克洛伊。哦，我也想要觉得冷诶，天啊！其实现在过了一两点，太阳下那个准备就是过中午的时候，我现在房间的位置其实西晒，所以
现在是更热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找到小鲜奶，啊哈！我没装小地图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啊？天哪！来哦，看好复眼，然后黑暗鸭啊，不对啊，不是黑暗鸭，我要用抓的，白痴哦。啊，斗笠菇啊，斗笠菇，白痴哦，我竟然没先丢先机球。好吧，蘑菇包子。点到为止。啊，蘑菇包子。哎、欸，不能呢、欸，好吧。那，啊，重复球。要不要先考虑用个隔热玻璃？没有吧？哎、欸，其实我说要搬出去住，不，真的不是讲这样的。他们都活着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啊，是因为我某个应该说准备找到的室友，他那边出了点状况，对。你看也没有啊，没有东西啊，我这抓了一大堆小鲜奶，不然我把小鲜奶都留下来好了。啊，小猪生日快乐！大家为小猪说昨天生日快乐。对，好啦，不然等一下哦、喔。好啦，来咯。喂喂喂，啊哼，祝布布跟我们的温阳小猪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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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布生日快乐啊，温阳生日快乐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怎么一直听不到？啊，蘑菇包子，啊，点到为止，啊，不行，点到为止，哎，啊，北西哦，想起来了，高级球，好了，我回来了，生日快乐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火锁。来，先来颗先机球。啊，感谢火鼠，感谢孙母的会员，还有稍早啊，感谢小鱼的会员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还有一个是谁，是不是刷掉了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了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。啊啊，感谢感谢感谢会员，感谢会员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。在你的心底，哎呦喂、啊！啊，感谢巫医的会员 SC， 你们不留到十一号吗？小鱼生日哎、欸，你看我连小鱼生日都记得，可以吧？这个教主绝对不是在什么生日前后去偷看一下近期生日名单之类的。
对吧？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？不要这样，哎呦，害羞啦！这样，哎，口没关。哎，有啊，有关啊，哎，没有关。哎呦，害羞啦！来杯茶，楼上。哎，有啦，还是会生哎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记得我眼睛，为我你啦啦啦啦啦。你会害羞，我知道你会害羞啊。你看反差吧，你看平时凶巴巴，现在勾追的这样子啊。请问这是害羞的表情吗？想骗我？温阳大大生日快乐！克洛伊，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哎、欸，你好像生日过了呢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生日过了。啊，完蛋了，没心了。有啦，还是有生，但是真的有点惨。吵死了！我生日跟你赚会员跟抖啊，我生日你赚会员跟抖呢？不是，我不是有赚会员，他们这个是会员的 SC 啊，不是马上加会员，那个是免费的 SC。哎，有抖内的只有克洛伊，好吗？看一下，对吧？不是啊，他在那边干嘛？这里，哇，不怎么会出嘞？这样子我会错。那、啊、至少有个小小的坏消息啊！啊，空气站。八月九月的寿星蛮多的啦，对吧？我们的狮子处女宝宝一大堆。哎，不对，他该不会已经给那个了吧？温和哦，还好像还没。我想说他已经给他吃种子的话，有点难过。还行啦、啊、还是会生啦、啊、只是感觉没有那么多而已。这样我会有点挫折欸。现在差哪天？哎、欸，当时本来只有那时候几个人，150个人吧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样平均大概两三天会有一个人生日、欸，哎，赞吧。如今现在已经破群400多人，
恐怖欸。还是开到三点，不行了，我觉得这一晚结束我就要休息了，我现在好饿哦，好热，好饿，好，好热哦。啊，你们现在是扳手模式吗？啊，干，对不起。对啊，欸，然后我又说过啊，那个不是有开一个安安频道吗？我那边我跟他讲说，就看你们打招呼的有谁啊，如果招呼打得够多的话啊，早上可能会突发开台，然后看说哦，人蛮多的，那就开个台好了。我拍一下室内图给我的啊，我的房东，我的那个屋主。拜拜拜。你终于要搬家了吗？不是啦，不是那个搬家啦。我现在是全能住宅改造王，我把一个房一个城堡改成一个像样的建筑。顶楼这个我应该啊，先击球。他不只能当房东欸，还可以当老板，就很棒嘛。有小可爱这个当老板啊，可以养活好多人哦。都是活人吗？嗨，你看都没带东西啊。啊。人类
Q 的。我昨天用了整晚小心了。我要热死了，等着40度，用生命开台，要关台了。八八八。好啦，要关台啦，各位蜜娜。啊，辛苦了。没有，我主要是怕我的饭那个酸掉，因为这个天气你没有马上吃饭，马上就会酸掉了。我那天就是忘记吃，我才过30分钟没吃，我的饭就酸掉了。是谁？我刚想说奇怪，我有看到我的东西啊。我记得用火烧吧，火烤就是美味。不是欸，你去泡，哦，痛一点。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我赢了，你已经死了。无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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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全都是宝可梦捡回来的。好啦，感谢海阿喵 ，Hello Hello， 要关了要关了，可以看阿喵在干嘛？不是你，是我。哇，竟然还在这边！天哪、啊！阿喵，你在抓什么啊？还是只是来这边捡宝可梦球的？哎、欸，阿土寺喵，你有6代的学习装置了吗？因为我昨天有捡到一个啦，然后我是丢给尤里，他本来有个叫薰草的，昨天有来玩，然后我想说问薰草要不要那个。那个谁尤里说不能给他，我说哦好啊，不然丢给你，你去处置。阿喵不理我，他一定是点完我的台就关掉了，太扯了吧阿喵。哇哇，嗯，感觉就是胡阿喵老板。好啦，不逛了不逛了。
再逛下去没完没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个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早上收看啦，然后回家了。等一下哦，茄子在家 ，PPE， 好耶。好了，我在等百变怪。昨天好像鸡鸡留给他哦。懂了懂了啊！我之前坐标没有存到，晚点再用一啊。如果昨天百变怪是地图档问题吗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给大家看昨天发生什么事情。昨天因为杰克在帮那个尤里用东西，因为尤里太想要那个百变怪了，不对啦，尤里太想要那个洛托姆，不迷你 Q， 然后就帮他弄了东西，结果出来的是这一只东西，昨天出来的是这个东西，这个，蓝色口变白色口香糖。可惜的爱。但确实没得到。以消费难过。你要跟他们相处久了，我都可以想到他们下一句要回什么话了，这是不是很恐怖啊？我都仿佛听到他在回我靠北，靠北哦。这假？我去买回击。也看不到生产地，欸，我问一下哦，我原本还有一个位置是谁？哦，我的老鼠勒，在这里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那大家我们晚上我会开啊，晚上如果不是这个，就是另外一款了。另外一款，我也想玩啊。就是我昨天有贴给科洛伊看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晚上如果没有玩这个的话，没有开这个，就是玩那个挂网闲置的猫咪游戏。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喽，辛苦各位啦。啊、有谁开台？看一下，有没有神经病现在开台？好啦，春景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云月哈记的台我都带不过去、欸，哎，我很想帮忙帮，不然把人转过去之类的，但是我带不过去、欸，哎，奇奇妙妙的，奇奇妙妙屋。好啦，三点了，吃美味蟹堡咯。阿光绿也要记得赶快去跑图咯，睡一下应该就这样。我现在胃在痛。微微一笑好倾城啊，不能播放版权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有盈利，可以可以。好啦，去春景台打声招呼再离开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。